主宰。这个烧肉散发出来的香味，不是用顶级原木熏烤出，而是添加次等人工香料加工而成的香味，太糟糕了，我拒绝吃。啊？拒绝吃，这你都闻得出来啊？我叉烧不行，哎，烧鸭来，烧鸭 OK。哎，烧鸭来了，烧鸭。烧鸭美味的油脂都流失掉了，太失败了。跟我跟了这么多年，烧鸭的好坏都分不出来吗？再去换一家。啊？哎，大哥，这家我吃过，没那么难吃啊。啊？王八蛋！你们以为你们两个现在是在度假？啊？我已经跑遍了29家烧腊店，你们现在想怎么样？孙大老板，你要搞清楚啊，这里可不是你的天香楼啊，爱吃不吃随你。大哥，这两家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，哎，目的只是为了要钱，哎，闹出人命就不得了了耶。哼，我就不相信这两个娇生惯养的能撑多久，再饿他们一阵子，一定会吃的啦。嗯。你错了，我们天香楼集团对料理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，这种不是人吃的料理，我们是不会妥协的。小王八蛋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老子我不是人养的喽？无敌，说得好，不愧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天香楼继承人，小小年纪对料理就这么有品味，好儿子啊！什么东西？不要，哎，你不要发火啦，哎，人家好歹以前也是我们的老板，而且这一次我们利用他对我们的信任，哎，绑架他已经很对不起他了啦。你给我闭嘴，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。哼，好，我现在就去帮你们买第30个便当，但是今天晚上如果钱没到我口袋里的话，你们两个下场就像这来吃的三宝饭一样。阿明，今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，宰了我们广记最肥最壮的鸡鸭，加上我自己调的酱汁，给你做了这份可以让你长高增钙的三宝饭。只要你喜欢，我愿意每天都帮你做。嗯，不用了，我现在每天都吃我妈妈买的增高钙，早晚一大杯牛奶，很快了就长得跟树一样高。阿明，你不要逞强了啦。你可别小看这很便宜的三宝饭哦！我爸爸说，虽然你又矮又小，这可是可以不让你又矮又小的三宝饭。但是我一点也不建议你的又矮又小。其实我觉得你又矮又小还挺可爱的。够了，我最讨厌人家说我又矮又小，我不跟你玩了。你下次要什么东西一次讲清楚嘛，我就跟我大哥两个在轮班，这样很辛苦哎。还不快去买水？对了，我知道雪山泉水还有外国进口水，别忘记哦。哦，哎，你还只喝进口水哦，哈，歪嘴鸡耶你啊！等一等，打给我大哥。喂，哎，大哥，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信号不太好。你看，我去外面跟你讲哈。哎，喂，啊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哎，爸，怎么办？没有路了耶！
屋顶，乖，不要怕，爸爸会在这个桶子里面跟你一起往下飘。等盖子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你就安全了。如果这一次爸爸真的不能安全回去的话，你要记住爸爸今天跟你说的话。今后你长大，用人要小心。爸爸就是太相信人，才会落今天下场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长大后，世界险恶，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想一想爸爸给你取名无敌的原因，你就会豁然开朗，问题也都迎刃而解。大哥，他们两个跑掉了。你是笨蛋啊，叫你看两个人看不好。你是孙家唯一的传人，你是王让你逃了，守护天下楼，把天下楼发扬光大，就是你的责任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三宝饭吗？小乞丐，反正这不是大家就是要给狗吃，就给你吃吧。善良的小女孩，谢谢你，你不仅让我从黑暗恐惧的桶子里逃了出来，在我快要饿死的这一刻，
还特地给我了这一碗如此美味的三宝饭，你对我真好。天哪，这个三宝饭太好吃了，真是令人一辈子难忘的好滋味。唉，真希望爸爸也能吃到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奇怪，这盖子怎么打不开啊？请问外面有人吗？你不但心地善良，救了我，还这么害羞的离去。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曾经为我落难，留下难过的眼泪。你那印着两行泪水的小小脸庞，以及你清秀的五官中透着一点点忧郁的气质，还有坚定又自信的嘴唇，说出让人温暖又充满安全感的话语。可爱的小女孩，就算过了17年，你永远都是我孙无敌难以忘怀的三宝饭天使。骗我是不是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好空。谁讲话？谁？是谁？没有人。我有听到声音。不会吧？阿彪来了。没有。我们照一张相，好吧？阿哥，你看他长得好像梁鹤群呢。还可以啊，来来来，站长。帅。来来站长。怎么样？一二三。耶！应该有，应该有。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拍那几张的角度也很棒哦。你看，老婆。有吗？你也觉得？啊！大可鬼！谁？老公，他就是网络上传说中那个大可鬼啦！鬼？大可鬼啊，他有个特征，他的身材呢？
得很像，你看，好可爱。哇，胖成这样子。对呀，快点帮我拍张照。好，帮你拍一张。一、二、来三。怎么了你啊？拍不好。假的道具啦，骗人！哎，你下班了，哎，头发给你啊！哇，头发滚啊！哎，老公，是不是跟你说全部的鬼都是假的嘛？对呀。哎，我哎，假飞机，下班了去领钱了啦，不要再演了啦。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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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拜拜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蛋糕妹，快啦，下班收工去领钱了，要饭好棒啊！谢谢。妈呀，真的长得好凤娇哥哎！是吗？是啊，老公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今天拍到这么多证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回去你记得提醒我要抛在网络上，告诉大家这家烧腊店根本就没有。谁说没有鬼？来，帮我拿好。我去证明他是假的给你看。OK， 来吧啊，看我的，我不是没了，有没有？小朋友，你这叫六。见了鬼没两样啊！错错错，真的见到鬼了，也不见得有这种效果。哇，你看他们那个喊啊、叫的声音啊，比杀猪还恐怖了吗？喂，三宝啊，这都是你的 idea， 好劲啊，好厉害啊！我们赶快抛上网吧！不准抛，抛了全世界都知道我平胸。喂，宝啊。不是你一直希望广济可以关门大吉了吗？喂，刚才那些影片啦，只要一抛上网了啊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敢打赌广济的生意一定像懒杂棉那么烂，而且呢，这个关门的事情呢是迟早的啦。兄妹，你忘了小时候被阿明抛弃的痛苦了吗？难道你还想每天早晚剁叉烧，持续壮大你的二头肌，继续进化你的怪力，过着被女人嫌弃、被男人抛弃、彻底跟桃花绝缘的硬汉生活，直到80岁吗？不，我不想。我的目标是每天过得帮心爱的人洗衣煮饭，被小妻子生活，贤妻良母才是王道，我才不想当什么大力女怪兽。那就对了，我痴心也不想每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拔那些鸡毛鸭毛，是要我跟那些鸡毛鸭毛独守空闺到什么时候？萌啊，一个女人的青春是有限，再这样下去我们两个都嫁不出去了。哎，我每天跟着广师傅一直熬酱汁，熬得我自己都快要出汁了吗？你看我叫潇洒工，可是都没有时间出去趴头，那有什么用了吗？你们哪有我惨啊，我每天早上看那些鸡鸭鹅清澈的眼神、无邪的目光，还要从他脖子划一刀，我怎么下得了手？我胡大刀虽然名字有杀气，可是我为人慈悲又善良，再这样搞下去啊，我都快人格分裂了。阿宝啊，我看啊，我们就把这个东西PO上网吧，明天过后我们再也不用受累了。好吧，PO就PO吧，但是千万不能让老爸知道，
谁都不能说出去。完了，当然了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同心协力，打垮广义。你啊，肖家教的招惹人家是怕哪里？我知道了。
萨摩，好魔刀啊！啊，嚟一招关公拖刀斩菜羊，人哋食得上嚟冇口感噶嘛，知唔知啊？啊！我讲俾你哋听啊，好嘅嘢咧，令你哋上天堂；唔好嘅嘢咧，令你哋上刑房。所以咧，好多嘢唔好睇小佢，好普通嘅嘢。食起上嚟咧，令到你哋啊感覺到三公夫啱啦，仲有是算了啦，三宝，反正是最后一次了，等一下开门嘛，一个客人都不会要。哎，就是这里耶，这里就是昨天网络上的恐怖烧腊店呢。哎，你看鬼啊，你看鬼到底在哪里呀？欢迎光临。这一家烧腊店到底跟网络上长得一不一样啊？应该是吧。不晓得，碰不进去了。这不是恐怖烧腊店吗？对啊，怎么没有看到那个平江女鬼呢？烧的见多了，师傅哪里突然这么猛的？金兔摸摸哎。啊？那预防针也打了哦，尿布也换了。现在爸爸看看要干嘛哦？坐好，爸爸看看啊。来你的奶粉，狗饲料也吃完了，好，还要买一个广记三宝饭，广记，哎呦，到了到了，啊，走。接过接过接过，那个贫穷女鬼在哪里啊？不对，我找了半天怎么都找不到。哎，小心啊！就在那个河南那边。没有，小姐，谢谢。因为我太太她本身是非常有料的，所以跟你的厚度可能有点分别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就不要过将就一点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小姐，谢谢。找座位啦！你们为什么？请问一下，那个网上的平胸鬼在哪里啊？平胸鬼什么平胸鬼啊？请问什么平胸鬼？啊，你都不知道？我。走开啊！你被我小姐挡嘛？喂，滚开啊！你给我从我面前离了，走开！不要再拍了，不要再拍了！滚开！被我小姐挡嘛？不是，小姐，小姐，走开！我面前离了，走开！大宝，小姐啊！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头，我的头怎么好痛？不要拍了！不要拍我小孩！不要！
犯人联署赏鬼团。你看看，我住南部，想揪团上台北看平胸鬼，有没有人要参加？有很多人回应的哦，加我一份迷途。算我一卡。又迷途。几点出发？还迷途。闭嘴！说，谁出了坏主意？爸，你要怪都怪我好了，都是我出的鬼主意，是我太想当服装设计师了，所以才想这个烂招，想让店里生意下滑。你以为我老了，好易呃啊？我问你啊，系咪好唔想呢间店做？系咪？郭师傅，这么大声干什么？你不要怪三宝好不好？你想想看，有哪个男生会中意力大无穷又满身擦香味的女生？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三宝的幸福着想的。我爸，我们兄妹就算了，你也帮潇洒哥跟痴心姐想一想嘛。除了妈忌日那一天休假一天之外，一年364天全年无休，谁受得了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就错了。我和你妈年轻的时候，两个人很幸福开一个店，你知道吗？当时的时候，我说过，只要我能动的一天，我就不准这个店关门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味，哇，好熟悉的味道啊，这个。你要干嘛？我现在就去跟微信解释，网络上说的都不是真的啦。误会都没关系，要是被我男朋友误会，我就完蛋了啦。好，来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。节目啊，这是天下我小开主持的美食节目哦。
收视率超高，而且在 YouTube 上面呢、也是点阅率第一名呢。是娘炮。哦，天香楼小开，就这种咖哦，什么咖、啊？你回来！我跟你说，人家他叫孙无敌，不但人长得帅，幽默风趣，反应快，人家还很会做菜。做菜？我看卖菜比较快。首先，先让我们来邀请六位天香楼的顶级名厨来跟我一起进行今天的节目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三宝饭。这款无敌真爱料理包是由我们天香楼集团独家推出，选用最新鲜高级的食材精心调配，绝对不会输给任何烧腊店现做的极品三宝饭。放屁！你放屁哦，黄师傅啊！不是我说他放屁，他怎么就吃三宝饭呢？就是要吃新鲜的、现做的，趁热吃才好吗？八怪是大家都充分的了解我们无敌真爱料理包的美味了吧？那现在就让我们为大家来示范一下。王爷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只要一分钟就可以马上吃到新鲜美味的无敌真爱三宝饭。这是进段怎么办？又要进段广告了。这是 Life 节目哎，怎么办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一分钟除了可以做好一个好吃的三宝饭之外，一次热情洋溢的 French kiss。也是刚好一分钟，眼神交汇五秒钟，肢体碰触十秒钟，交换呼吸十秒钟，停止呼吸三十五秒，无力爱无限。会吧，三十五秒。Time's up。老婆，不多不少，真的三十五秒。这就是我们天香楼名厨最引以为傲的无敌真爱料理包，无敌与你的美食约会，我们明天见。美食约会爱你吗？来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大家，谁是大家？我看只有我一个人辛苦吧。谁准备了计时器啊？谁啊？哪个王八蛋准备这种烂道具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不知道我的节目是 live 的吗？啊？可以了，有话好好讲，何必动手呢？大家都是帮你做事的，你就不能够厚道一点吗？厚道？我干嘛要对他们厚道？对员工厚道的回报就是背叛。我爸就是最好的例子，我是不会跟他犯一样错误的。你是不是一竿子打翻了一？我告诉你，我还没说你嘞。你身为一个主厨，节目开场前干嘛不检查所有道具的食材啊？啊，自己的事情没理好，还管别人？主厨的工作就是带好厨房的厨师，把菜做好。像这种上节目抛头露面的做活布景，不是我的工作。活布景是不是？我谁呀、啊？我堂堂天香楼集团的小开孙无敌，我还不是一样抛头露脸？为的是什么？就是你们这群废物！你无敌。叫什么？无敌，无敌是你叫的、啊。是，小老板，你生气也是应该的，但是不要做人身攻击嘛。我记得你爸爸好像也没有教你这个样子。你听我爸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你，我从小看你长大，你的本性应该不是这个样子，何必讲那么多难听的话呢？所以呢，从小看我长大。很了解我的意思是不是？怎么样，在攀关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了。天香楼不需要你这种自以为可以功高震主的老臣。你的意思是叫我走路了？年纪也不小了，
不会这么不识相。干嘛？干嘛？叫停！不要！很想义气是不是？都跟他走啊！我不会拦的。你还不滚？是我轰你出去是不是？阿贵，是谁说要走啊？急走！走走走 Uncle。无敌啊，王爷是很有经验的大厨，也是天香楼的支柱之一，这次就看在安可面子上，算了吧。季总经理，我看呢，现在你的面子的确是比我孙无敌的面子值钱。这个老东西宁愿听你的都听我的。不过就是个计时器嘛，没有必要让王爷这么难堪下不了台面。他下不了台，现场多少人呢？刚刚如果电视播出的话，啊，多少人？2300万人看我出糗啊！谁给我台下？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不过王爷可是你爸生前亲自提点的主厨，对天香楼也算是功臣的，不能随便 fire 啊！反正我孙无敌说出的话是不会收回去的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记住，王爷。看来小老板是叫卷铺盖走路了，对不起啊，季总经理。王爷，王爷，车辆，Bravo，Bravo， 太精彩了！你真是兼具了吴宗宪的幽默、渲染力的机智，还有蔡根勇的知性，太厉害了，老板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你刚刚叫什么？我叫你老板呢、啊。老板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你的助理，这样的。我当然记得你是谁啊！只有你知道我是老板，偏偏整个天香楼上下，没有人把我当一回事。是是是是，要不是因为我，天香楼会有今天的局面。就是说嘛，您说的是，哎呀，这天底下谁不知道？今天天香楼能够有这知名度，都是靠您这个开发的真空料理包，然后上遍各大美食节目，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呐、啊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您的名字取得好，你看看，孙无敌，哦，这一听就知道是无人能敌耶。哎，要差一个字就差多了。你看，孙无聊就无聊了，孙无能就无能，孙悟空还是猴子呢。我的结论是你爸爸名字取得很好，算你有眼光。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都会想我爸临死之前告诉我要多想想要帮我取这个名字的意义。孙无敌，我就是要做到无人能敌。没错，你看我今天的成就，绝对没有对不起我失去的爸。没有，你做到了。孙老板，人家那个开场舞怎么跳都跳不好，你可以教教人家吗？哎，这位打直播的小姐，咱们孙老板才没空呢，他 schedule 已经排到明年六月了，而且我们一对一上课收费方式给大家上课了。那也不简单，这首手上来，青花家一起下去，酿鱼醉，出去，思想回来。说话，阿强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你找老板对不对？你等一下，我去叫他啊，你稍等一下啊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啊，老板，你的电话，谁啊？他不是老板娘。跟他说我没空。啊啊！喂，老板娘啊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老板他在忙哎，他现在没空。没空。对啊，他现在在忙着跟那个打赤膊，跟一个打赤膊的厨师在研究锅子里的鸡腿的弹性。没关系。等他忙完一个小时后，你跟他说我们在 Lucifer 碰面。
好了，我会跟他说，你放心，他一忙完就过去了啦，哈、哦，好，我会盯他，你放心啦，哈、哦，老板娘，那就这样啦，老板娘，拜拜，拜拜，喂，喂，喂，没礼貌。老板娘说，跟你约一个小时之后在 Lucifer 餐厅碰面，一起吃个饭。哎，老板，我觉得哦，老板娘一定又是因为你这次又上了八卦杂志封面的不高兴啊。我是觉得说哦，你应该不……我都忙死了，他在烦什么？他家里说，这次要想一个什么借口来给他。我鼻梁断了，你觉得嘞？谁在乎啊？不能在他工作的时候来打扰他的，可是今天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才行啦。这里就是Selina说的铁板烧店，有一个小白脸的人精，就是他哦。哇，还不错，你有兴趣吗？开饭店的。今天想怎么品尝喝酒呢？今天有没有 special 啊？今天的 special tiramisu 牛肉 ，just for you。休息了，有需要再吩咐我一声。维金啊，最近常来找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不是广记烧腊店老板的女儿？广记老板的女儿不是我的女朋友，现在要回避来不及了啦！你赶快过来看，今天网络上最热门一段影片来了。什么啦？哎呦！恐怖烧腊店之致命平胸鬼！福山宝在干什么啊？老弟啊，我真的是要对你刮目相看了啊！连这种女人你也吃得下去？佩服佩服啊！他只是一个死撑着我的 fans， 我又不是疯了才会跟他在一起。嗯。1000块，告诉我，你是怎么被平胸鬼缠上？
2000，我把细节都告诉你。成交。谢谢。一个月前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谁叫了广记的便当，让我遇上这个重量级的迷幻粉丝。大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都没有人说我力气大很好这样子。哦。干嘛？你没闻到吗？什么？很多人都说我身上有一股叉烧味啊。真没闻到，我没有闻到啊，我不介意啊。我因为重感冒，精神不好。他说话，我随便敷衍他两句，谁知道他反应超大。我体力不支倒地，他送我去医院。送我来医院的吗？还好有人在我身边。你是说我在你身边，你很开心哦？我知道，为了让你开心，我一定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我实在是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。就慢慢的被他缠上，就慢慢的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以为他只是比一般的粉丝更疯狂了一点，想要感受我的贴身衣物的心情，我可以了解。但是有一次，我竟然发现他在偷翻我家楼下的信箱。开始觉得有点毛毛的，为了躲开他，我还刻意跟其他厨师换了班，我还帮我家楼下信箱换了锁。没想到有一天，细菌一样无所不在，找尽各种方法想进我家帮我打扫煮饭，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已经幻想我是他男友。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有个人帮你打扫煮饭也还不错。你这个烂人。歼灭他！还有先报警。伟奇，你来干嘛？我不是叫你上班的时候不要来的吗？有啊有啊，我有听你的话，休息的时候才敢进来。对哦，今天网络上的影片我看了，可是我知道你要讲什么，我会听的。先去南侧等我。男厕？为什么？难道你要我去女厕吗？喂，警察局吗？我要报案。
Cartier 18K 玫瑰金镶钻，不要太感动。要是几个月前的我看到这个礼物，我一定会很感动。但是现在，我们分手吧。这个还蛮好笑的。今天是愚人节吗？所以到底是为什么送你项链你也不开心？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问题，连我为什么要跟你分手你自己也不知道。还是你要加薪出国去玩？拜托，我的 schedule 你最知道了。我谁呀？我孙无敌耶，整个天香楼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帮我分担解忧。我每一天还要主持 live 节目。还是你想叫你的爸纪大伟帮我主持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节目应该只会吸引到一小群不熟的新来吧。OK， 我知道你怪我没有时间陪你，那就找个时间我们出国去好了。很抱歉，那个时候我可能有自己的 dating 对象。所以我说嘛，怎么可能会有女生要跟我孙无敌分手？你是劈腿了是不是？哈？谁啊？是型男小主厨的詹姆士，还是阿红上菜的阿红？不要告诉我是那个年纪大到不行的阿基师哦，他都可以当你爸了。孙无敌，你真的很自私哎！谈分手的时候，你只会想到是别人对不起你，你有没有想过我心里面真正在乎的是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是你孙无敌的女朋友，你是天香楼的老板，而我只是天香楼的公关经理。要不要 fire 我随便你，但今后除非因为公事，否则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口感还蛮温顺的，89年法国波尔多博美罗地区的彼得绿帽，4颗星。该不会是那刚来台湾的？在香港。哎，是维清。你先不要说话，先听我说。你要是说话的话，我一定说不下去的，所以你先静静听我说就好。就算是隔着一段距离的地方，偷偷的看着你，陪着你，我也会觉得很幸福。原来是我的 fans， 甚至是拿着你用过的小东西，我也会很珍惜放在床边，因为那是你用过的嘛，有你的味道，我很干净。我知道你已经看过影片啊。
全世界的人对我有误会，我都不在乎。可是只有你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，因为我是真的有胸部的，虽然没有很大，但确确实实是有隆起的，所以请你一定要放心。相信的话，那就请你检查一下好了。你是谁啊？我进来。小朋友，其实我不用检查了啦，我用目测的，我就可以确定的告诉你。你是没有胸部的，你不是哥哥的菜啊！等你发育完全再来找我吧。你这个不要太过分了，我胸部代表关你什么事啊？都解释清楚，道歉道歉啊！道歉道歉，快给我道歉！干什么？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这位小姐。根据线报，有人指控你躲在男厕所里偷窥。现在人赃并获，你没有什么话好说喽，请乖乖就范，跟我回到主题上哈。你搞错了，我在厕所是因为我要和我男朋友解释事情啊。哎，快跟我们警察先生解释啊！快点快点。这位先生，偷窥狂，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以我一个第三者，用最公平。最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个女的绝对是个笨蛋。站住！走！拜拜！走！等一下，没错，我是那变态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其实是我的同盟，我们是约好一起来偷窥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本来不想说的，谁叫你竟然毫无道理跟我撇清关系，我只好全部都抖出来啦。警察大人，他其实我 gay 哦，看他衣衫不整的样子，我们是一起啊看到合适对象要一起来享用的，谁知道他太猴急了，才会吓跑说来上厕所客人，我们才会起冲突嘛，哈。谁会相信你说我这种白痴话？你不会？你这个恶心的家伙，你不用再解释了。有什么话到警局再说。走。可是你有权利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一切将会成为呈堂证供。站住！我是谁呀？不认识我吗？孙先生是我们店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你店的，大家知道。这中间有些误会，不是你们店里面报了警吗？不管了，先回警局做笔录再说。走，带走了，走，走。我跟你说，我回开车，我就发了。走，不要了，走，好日子过了，还不能写。这个一直骚扰你的变态平胸鬼总算被抓起来了啊！大快人心啊！孙无敌，这个凶手怎么会在这里？喂喂喂！你们不认识我是谁吗？我孙无敌哎！快放我走好不好？没有谁浪费在这里哎！还不赶快先来帮我做笔录！告诉他你是谁。我是犯下89年土银抢案、91年王姓台商掳人勒赎案、93年海洛因走私案，以及今年五起恐怖纵火命案的郝世明。孙无敌先生，请问你，我可以先忙完郝世明先生的笔录之后再忙你的吗？走。
现在在我们警局里，你要过来吗？看屁也看。你就是那个每天在电视里面喊凶了我的孙无敌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全家都会跳你的舞，尤其是我们家那个痴心姐啊，她真是爱死你了。除我爸之外，啊，你不是有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哎，情花开，哎，开门是什么？手的动作都错，本子是。不过啊，你们那个真空料理包装哦，真的应该要检讨一下。食物当然是在最新鲜的时候品尝啊，不是用一些什么不实的行销手法去骗客人啊，这不是一个专业料理人哦会做的事情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需要听一个变态女生告诉我什么是料理，什么是专业吗？你想干嘛？你不是说我是变态，那我就来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真的变态。你不是说我们是 gay 吗？那我们就是好姐妹，好姐妹相亲相爱，是不是很应该啊？你干嘛？好姐妹要检查一下对方的胸部，很正常啊。又想怎样啊？喂，你想摸哪里啊？好姐妹有对方没有的东西，借来看一下，又不会什么关系。所以你想玩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要玩回家去玩，这里是打击犯罪的警察局，轮到你们做笔录了。做完笔录再回家玩，快点！快点！哎，你在这边等，我去骑车过来。不要乱跑哦。所以那杯红酒是白泼了嘛？分手才不到两个小时就回来找我，是离不开我的意思吗？我是以天下楼公关的身份，不是以你女客的身份来帮你的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晚点阿强会过来接你。季竹安，你闹够了没啊？所以你到底要什么？你直说嘛。我没有时间在那边猜你要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从很久以前就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。无敌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你面对现实吧。要面对现实的人是你，你以为我真的只要你不可吗？等谁啊？我孙无敌好不好？如果我要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有备胎啊。小时你还不是回来找我？你这个变态，你干嘛亲我啊？你都说我是变态了，变态做事情需要有原因的吗？啊！有没有亲都没亲过，你凭什么亲我？干嘛？你有病啊你！不过就亲一下，你不爽就亲回我啊！干嘛动粗啊？一次就好咯，还想丢我第二次啊？门都没有。哎，喂喂喂喂喂喂喂！
干嘛欺负我妹？哎，李变态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哦，不过就亲了一下，要搞得好像我强暴你一样。你说什么？你亲他？你凭什么亲他？他从小到大都是守身如玉的，你今天居然敢亲他？哥，不要再说了啦！可以选，我也不会亲他，好不好？没脸蛋，没身材，二头肌大的跟熊一样，现在人对他有兴趣啊？说什么守身如玉？我看是没有男人要当驯兽师吧？你们笑什么？你们很奇怪哎！我不管，你今天要对我妹负责。负责，亲了一下就要负责。哎，你的妹嫁不出去，不要那种烂招塞给我，好不好？我不管，你今天就是要负责。你们不要说了，我恨死你们了。妹，我是在帮你耶，你怎么还生我的气啊？我看他根本就是有病。你是他哥吧？嗯，有空带他去看精神科，我有认识的医生可以帮你打八折哦。干嘛？你对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对象，竟然敢这么轻易的出口伤害对方？你懂我妹什么？你就知道她有二头肌，可是你知道她为什么会有二头肌吗？因为她从小学开始，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帮忙剁一两百只鸡呀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也会有二头肌啊。她是不够漂亮，因为别的女孩子在忙着打扮的时候，她却忙着在送便当。她真的很傻，她只要喜欢上一个人，她就会一个劲的倒贴对方。也就是因为她都遇到你这一种光看外表就批评对方的烂咖，让她觉得她自己一无是处，害她不知道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差，他比别的女生好很多。马姑就讲得比较夸张嘛，没有这么严重。文心他不在，我帮你们整理一下好了。哎，没关系啊，不用了。哎呦，跟我客气什么？又不是第一次了哦。你要大布丁还是小图丁？胸部那么大要干嘛？像我小胸部多好啊，衣服好找，胸罩好买。你就是那个冰。冰水相逢的广西小姐，加油，小红帽，拜拜。连走错房间、上错床都可以遇到白马王子。胡三宝，你要加油！就算是小红帽，也不能让别人看扁。楚安，走啊走啊走啊！你们以为我会伤心难过吗？想得美！就算我是一个人，我会活得比你们都好，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。欢迎收看《无敌与你的美食约会》。那今天呢，将带你来踢爆网络上点阅率第一名的恐怖沙拉店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恐怖？致命贫穷鬼！他只是想长大，他只是想迎合这世界的审美观。他这么小的愿望，为什么你一直破坏他？贫穷鬼是我叫他当的吗？拔罐是我叫他拔的吗？房间也不是说我要去的啊。发生事情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救他的是谁啊？滚！你快点滚啊，不然我擦破你双眼。当前自己就是冷静，冷静。我现在就去找孙无敌，要回我的袋子。餐厅的这空调管道，大部分都是连接打通的。打开天花板，顺着天花板的空调管道一路爬上去，就可以到顶楼。Yeah.
敌三把妹很重要的一场 opening 的戏，就是全部的人要扮鬼，要把广济生意搞差。同时，今天刚好也是中原普渡，所以我们想要有点参与感。我怕光。你装牙齿了没？还没，我不用装牙齿，我就是这样哦。你看、哦，护身符没有带，但是昨天去安过太岁了。我是祖辣，是平安。哦，平安，多谢多谢。一二，蛮恐怖的，我蛮可爱的。啊，精明的导演哦。这样比原来造型好哎哈。很像那种。确定你要去跳上厕所，快吓死人！然后我就能吓到别人。很怕吓到那些外面的龙。今天呢，因为要拍这个鬼戏，所以呢得到一个50元的硬币。那刚刚问了一下，为什么要是50元呢？因为呢，50就是无事无事啦。那另外一个就厉害了，是我的爸爸飞哥临走前、不是临走前，他刚去做别的事情之前特地留给我的，多谢啊多谢啊。哎，抽烟的鬼。好玩啊！走到这里是哦，他先发现嘛，对不对？讲半天他们都没有讲完话就进来了，我们在发现我们那边有，哪像我们那么敬业？讲完了，不信？不信？他不想讲。我真的讲了，这个我没讲。认识了再讲。好饿。我很想烂招哎，我很想一咬他的舌头。怎么样？这不是垃圾，假的，假的，你给吓人。这边是对啊，装一个吓。假的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动。哎哎，假的，你想骗我是不是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好痛。梁哥，对不起。你借为了效果，你懂的，打假的真的没有意思。我们做综艺节目也是这样，是不是制作人？对不对？你像玩真的，还蛮好笑的，好笑哈、哦。打，太晚了啊！哦，你又被打了，终于，我刚刚看救急太晚回去，我心里就想说，对不起，你笑场，哎呦，王多子。失控，而且导演决定一镜到底，完蛋了。那就对了，我慈禧也不想每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就来拔那些鸡毛鸭毛，希望我跟那些鸡毛鸭鸭毛。啊！鸡毛鸭鸭毛，鸡毛鸭鸭。完蛋了！你都背了十行了。我都背了十行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。没关系。可以的，完蛋了！你看，他们很认真在背。算了，妹妹，我们就把它封上网吧。因为每个人这里都很长一段。什么时候你看过钟欣凌为了背台词紧张？好惊啊！我今天。什么时候你看过梁鹤群为了背台词？哦，他是常常紧张。Every day, every day。你们哪有我惨啊？我每天早上看那些鸡鸭鹅清澈的眼神、无邪的目光。还要从他脖子划一刀，我怎么下得了手？我胡大刀虽然名字有杀气，可是我为人慈悲又善良。再这样搞下去啊，我都快人格分裂了。就只有郭采洁她非常自在，因为她今天不知道什么戏神上身。我不想，我的愿望是赶快结婚，每天活成像心爱的洗衣煮饭的小妻子生活。才是王道，好吧，偷着跑吧，千万不能告诉我爸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当然，真的动作到底是谁？那当然，谁不能？那不是，那当然，那当然，同心协力，达华广济，是。一二三四五六八，一二三四，看左边，看右边，退二退四，退六退八，走二三四五六七八。
今天就是来练一段舞蹈，我的正式出场就会是这一段舞蹈。二三四五六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你忘了，这个很重要。应该是第一次被这么多女 dancer 服务吗？算是。算是，因为之前本来跳舞的经验就不多，但是有跳的时候也比较，就是比较阳刚味比较重的，那这个就是比较美的，就是那种 old school 的那种。然后二三四五六枪，一二走，五六七八，右边过来点，五六七六。他们走的痛调就是比较七八十年代那种香港的那种感觉，还蛮熟的，可是还蛮好玩的吧，就一段。因为无敌它就是比较奶油一点的东西，就是它会这样，是那种比较奶油一点，所以我觉得要慢慢习惯。当然一般张栋梁肯定不会做，但是我觉得拍戏就还 OK， 因为那个就不是我嘛，那个就是一个另外的角色。也顺便在这边讲，那是无敌哦。OK， 不是张栋梁，是无敌，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。拍舞时已经害羞到不行的栋梁，迟迟无法接受剧中角色的风骚男形象，究竟他是如何克服心中障碍，完美诠释孙无敌的呢？从影以来最大突破的心情转折，下周一次完整呈现。社长，你看看，你看你弄人家都想吐了。我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肚子。老公，我，肚子，不对，这个肚子怎样？有点痛，有点饿吧？躺平，叫我拿一下。对，老师这样下去，好不好？待会儿要跑。拿个毛毛毯去那边冲一下。哎，站起来！哎，我是那筷子给你，躺我肚子。哇哦！宋心凌，你弄到胸。这是我们最后一场戏，叫《杀青》的命中注定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三个呢姐妹都怀孕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在就地呢就要接生小宝贝了。而且你好长哦，你好厉害。我从好久以前就开始在笑了，我从陈心怡在叫，然后根本就没有拍那控焦，还一直一个脸在那边。因为我就想说，一直到时候会拍来给我。好投入哦。刚一踹我，说好累哦。说完小孩，我的喉咙好痛。是你陈林西施哦，今日带到吼，阮陈家的众亲友们吼，有准备了一些贡品哦，请姜王爷啊，笑纳儿。姜王爷吼，就是赞你啊灵霞，所以讲这香火的哦特别旺啦吼。这哪要讲伊的故事，来讲一百多年前的事情啊咧。妈，这个姜王爷到底是人还是姜？是姜，不，是一只有灵性的姜。所以它是千年姜妖。哎呦，要讲到这讲未完啦，讲这嘛是圣经里记啦。等下我再讲哦，应该。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期待，我们将利用命中注定母爱你古装版的定妆照变身扑走漫画剧，让你看看一百年前的姜母岛民长得怎样，发生了什么样的搞笑剧情，所以你绝对不能错过下周六晚间的命中注定最无敌第一集命母后。